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其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。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依靠你的人变为永福。阿们。在今天早上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首先，我们以赞美来到他的面前啊，以赞美来到他的面前。
心里向我们主来呼求，我们呼求他，他在我们生命的王权，我们呼求他成为我们教会的主，我们呼求他来让我们远离恶行。耶稣基督能够成为你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吗？那在这个当下，你有没有想到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，是不是有许多我们还在追求但不属于生命成长的事情？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满足，基督是我的满足。你是我江山，是我唯一所爱慕，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，在失恋中我听歌唱，永不回头，我已经决定
易怒，但是我们相信它是充满祝福恩典的一条道路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必须要坐下或者你身体有那个不适的，可以坐着没关系。其他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继续站着来敬拜。当我们如此爱耶稣基督是因为他已经先爱我们。当我们说我们能够在他面前祈祷所有一切，是他用生命重价已经赎回我们。好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祈祷一切。当我的祷告在你脚前，
主啊，我们相信必定有你从你而来的，带领以及帮助。我愿今天所有的颂赞，使你的名得到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